小东西居然敢直视我，嘣！这就是自食其果。走，小月，我们回家。阿阳，阿阳真帅！阿阳，阿阳真棒！啊，夸我干什么？夸你还不要了？快点带路回家。我认一下路，我们来的时候是从上往下走的，那就应该往这儿走。对，没错。我告诉你，最好不要乱带路，带错路你就完蛋了。哦呦，好怕怕哟！小月阿姨凶凶。今天想干点啥呢？我有一个不是很想提的意见或者建议。但说无妨。咱们家的房子太丑了，拆了重新盖一个吧，把原石都放在熔炉里面烧一下，变成圆润的石头再盖房子，这样会显得美观一点。啊，是是是，还有别的事吗？再做一个熔炉吧，四个熔炉烧起来会比较快。好。哎，你怎么无精打采的？生病了，我嗓子疼，太可怜了。多喝热水。哦。哎，你快出来看我的战利品。还不看呢？哪个正常人会在家门口放那么多僵尸脑袋？还挺得意。哦。熔融马铃玉是什么？我有放过这种东西吗？古矿石和阿迪特矿石能够合成马玉灵。哎，还有这种说法？我记得马铃玉制造的装备效果很强的，那我是不是多放几块阿迪特和古矿石，就能源源不断的生成熔融马铃玉了？不愧是你，天才！你在和谁说话呢？自言自语大半天了。没有没有，最近有点休息不足。这人管得真多。哎呀，没办法的啦。真要做这种事情？哎，没事的，都是成年人嘛。这不好吧？怕什么？吃亏的是我，又不是你。哎，你怎么钻石甲都脱了？做这种事情肯定要脱啊。说的也是。本姑娘来啦。活塞干什么的？当然是帮助僵尸们更快到冶炼炉里面去喽。哎，等会儿不是你进去吗？你别急，等我这个做好再说。哎呀，你看我这个活塞陷阱怎么样？我来试试，你触发陷阱看看。好烫！救命啊！快在我脚底下放个方块，我身上没带方块。笑死我了！快拉我出去！好啦，我在你脚底放了块压力板，别乱吼乱叫的，丢不丢人啊？有没有搞错啊？说好的是你跳进来呢，这到头来怎么变成我进冶炼炉了？不是某些人自己要试试吗？赶紧把我捞出去好吧！我的老天爷啊，为什么受伤的总是我？